大家好，我是2020年政治推拿科新同学金东奎。我的国家是韩国。我是李杰明，我来自越南。我叫扎瓦呼兰，是来自蒙古国的留学生。同学们好，我在天津，但我来自台湾。我叫乱世美容，我来自越南。我是科研，我在加拿大。这是我们健身房的游泳池。和妈妈早晨来散步，有的时候可以和朋友们去徒步、野营。加拿大如果下雪了的话，那个风景在户外是很美的，而且还经常会碰到野生动物。在雪不厚的时候呢，很多小松鼠会找你来卖萌，啊，其实是来要吃的喽。每天我会在房间里学习，或者坐在人们家面前学习。除了学习以外，我还喜欢画画，然后做一下家庭的事，照顾家庭。下午呢，我还跟朋友去打羽毛球，锻炼身体。因为在越南，病毒情况已经控制好了，所以我们家经常去旅行，可以有时间跟他们在一起，我很开心，很幸福。还有呢，我还去医院实习，这是我的病人。今天我到学校学习，你们跟我一起学习吧。Thank you.
我希望老师们和朋友们可以保护自己身体健康。我希望你们保重身体，还有是这个注意安全。希望这个疫情能够很快过去，我们能够相聚在校园。您尽快与天津中央大学的亲爱的老师们和同学们见面。希望疫情赶快过去，你们快点回来吧。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。相守。